怎么就你放我一马行吗？咋又睡觉了？刚几点呢？前天放你一马，昨天放你一马，我今天还放你一马，你当我是放马的呢？你当我是弼马温呢？你媳妇，我睡觉。盘点那些婚后女人的真实生活。怎么可能？我刚才洗的时候还好好的呀。你去看一下。啊、哦，我看看。Later。哎，是热水啊，没错啊。哎，小青，你干嘛？你别过来。老公。嗯。孩子睡了。啊。我们现在可以聊一点敏感的话题吗？啊？真的吗？太棒了。我太好这个，真的吗？你目前对叙利亚局势怎么看待的？妈走了，我先去洗个澡啊。哦，哥，完蛋！洗澡？这个澡有什么好洗的？啊？你们这些人真乱！你等啊！No Jordan, Bolt collection plate is never empty. 在沙发上睡好几天了吧？想回床睡吗？想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回答正确了就跟我回去。三亿怎么去？三。恭喜你回答正确。不对，你答应三了，等于三了。不对，不对，不等于三。哎，就是让我洗澡吗？大爷，哎呦，我的妈！老公，你快过来，老公。咋了，媳妇啊？我呼吸困难。老公，带你上医院，快。我现在需要人工呼吸。啊。小样儿，说，是不想吸我阳气？我操！我在拔刀。睡觉吧，把这个喝了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今天在乱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一直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背着 A B。烦着呢，烦，倒是勾引我时候呢，啊，当初你勾引我时候呢，你烦，有什么好烦的啊？我给你凭什么烦？烦，还不给我请，还不给我请，合法的，合法的，是不是的？他不给你请啊，不给你请啊，是不是的？过来，说着我得多好啊，啊，非要天天给我请着来，对你有没有好处啊？对你有没有好处啊？一手给我说着的。哎呀，你不看不就学会了吗？没事儿，你看看吧。两年后，这都两点了还睡不睡觉啊？能不能别看啊？不让我吃猪肉，还不让我看猪肠。时间错过不会再来，想要拥抱你却不在。你干啥呀？老公，能再给我住吗？不行，回你那屋住去。我一个人不敢在那屋住，我害怕，我在你这屋住吧。你怕啥呀？赶紧回你那屋住去，别整那没有用的。自从咱俩结完婚，每次都是我找你住，你什么时候找过我？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哼，一个月三十天，你找我二十八天，你给过我机会吗？生产队的驴都没有你勤快。哎呦我的妈！No Jordan, Bolt collection plate is never empty。老公，快去抢鱼。老公，你是鸡，老公，你是牛鞭，老公，你是枸杞。哎，老公，你鼻子咋了？啊？啊，流鼻血了，身上还可热。那咱们旅行让回家吧。可是还没有吃完呢呀。吃什么呀？效果已经拿到了，快走吧。啊？快走吧。我不
家哪里有虫子啊？快点往东走，害怕！我也怕，你就是苍蝇怕蚂蚱。蟑螂怕蜘蛛。What a fucking pussy！ 那怎么办？要是晚上有蟑螂怎么办？我是蜘蛛。刷完了吗？刷完了。你别那么快呢，是咋回事？你没让我刷呀，你就说刷完。那我问你亲女儿，你就光亲嘴呗。那我问你亲女儿，你就光。开门。咱俩是拜把子，我都说的墙里的话不听，你能听明白不？不听没事，我蘸糖吃。哎呀，我苦瓜，我苦瓜，行了吧？苦瓜，苦瓜，我蘸酱吃，蜂蜜也行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到底为什么呀？我就喜欢拧瓜的那种感。我玩的就是西海岸，绝对纯正的西海岸。管齐。乐在当代币有。啷个里个啷？都几点还不起的？快点起床，快点！干啥不起？哎，就不起。你是不是不起呗？对呀、啊。那行，那我也上床给你睡。哎，老铁，闹玩呢我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马上起。我当生猴了啊！你别当我来硬的啊！走，公奴。不，我直接不行了。你进我屋。你要干啥呀？你进不进屋？你进不进屋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进直播。干嘛？你管不管啊？滚！啊、我不管，我想亲亲。老公，哎呦我的妈！没有，我就是觉得你最近加班太辛苦了，给你拿这些补补。不是，你不是想给我补吗？我看你怎么有点像想置我于死地了。你别忘记了，赶紧吹。是你，别那么凶啊！是。怎么样，好吃吧？还挺好吃的。那吃完饭喝点水。你知道我去年比你胖多少吗？快20斤了都。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男人，我发现你咋越来越瘦了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不走，陪我去洗澡去。不要，你洗澡的衣服。穿衣服洗澡，还拉你干嘛？那这么热，你不洗澡吗？结婚后，谁？干嘛呢？我们一起洗呀、啊！我们一起洗呀、啊！我们一起洗呀、啊！哎呀，我累了，累了，累了，累了。啊？老公，咋的了？咋的了？过来看看这是啥呀？你还不起呢？这都几点了？我饭都做好了。不想起，我好不容易休息了，我想多躺一会儿。起不起？不起。你确定不起？确定不起。好。干啥？干啥？睡一会儿。起来，我要起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起什么起啊？饿了，饿了，饿了。我饿了。已婚男人谁能看？你可能，你可能，我告诉你哈，结婚十年就有结婚十年的样子，别可劲哈，保持距离，听不？不要想太多。
老公，嗯，你去把灯关上。嗯，关干嘛呀？你关上嘛，我想要亲亲。我真的是太难了，小小的身体承担巨大的压力，我这辈子。你洗澡就洗澡，关什么门啊？关门就关门，你锁门干嘛？我有那么没定力吗？No, Jordan. Hulk collection plate is never empty. 你怎么开了个双层房啊？对啊，我开的就是双层房啊。哎呀，我不喜欢这种双层房，你赶紧给我换大套房。嗯，整个酒店只有双层房了，没有大套房。哎呀，我喜欢双层房，我怎么会喜欢大套房？你又开始逼我，我真烦死了。哈哈哈必须得回我妈家了，搁这儿不也能睡吗？我搁这儿睡过觉吗？别饿了吧，我给你吃点海鲜吧。海参海鲜，昨天晚上那一盆生蚝啊。楼下还有5元的那个火锅券，咱俩还没用呢。咱俩下过楼吗？谁呀？干什么？大晚上的，让不让人睡觉了？能不能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地环境？大家都是房车车友，互相理解一下。不行不行，我理解不了。谁呀？哪位车友啊？能不能有点素质？人家还要睡觉呢。不好意思，吵到你了，我才到营地。老妹儿需要帮忙不？我那老曼，我不，你被老猫整的也没有用啊、哦！我今天心情不好、啊。我给你3秒钟洗，打开灯就能找我啊！不行，我今天我就搁沙发上住了。